OneNote 在课程与群组的部分都有提供汇出与汇入的功能，让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快速建立新的课程与群组。先进入要复制的群组，选按右手边的汇出，选择您要复制的范围，按下下载。就能将 OneNote 的群组内容汇出，回到群组的页面，选按建立，按下汇入，选取我们刚才汇出的群组档案，选择要汇入的范围，按下汇入。这样就能复制成功。预设会在群组名称的前面加上一个 copy，以方便您作为识别。